瞎话如蛇，满嘴跑火车。那天来俩小伙子，一男的，一个女的。阿姨，您订《中国青年报》吧？哎呀，我这怎么？中国青年报，我说我不订，您订吧，还有奖励呢。我说你们的报纸啊，就那年月日是真的，剩下都是假的，三年一报都不准。哎，您这么说怎么说呀？我这么说怎么了？是不是？我说新闻也水分太大，他不愿意了。啊，北京老太太真厉害。啊，让人订报纸。看订《中国青年报》，我说不愿意订什么，你还要动员人订哪？还敢过？我是不是？我说你们这报纸。